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九六 S 聊球平台，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今日课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夏季的转会窗口啦。没有错，我们剩下6天多左右的这个转会窗口的话，还有三大重量级签约可能会发生哦。今夏疯狂的这个转会窗口才刚刚要进入高潮啊，各位，转会终局之战就要到来了。这个 Messi、Jack Grealish、这个 Ramos，包括了这个 Jadon Sancho、Varane 等人已经转会了。这个夏天的转会窗口。看起来还是没有要停下脚步的这个意识啊！我们会不会在2021年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看到这个转会窗口史上最疯狂、最精彩的这个转会大战呢？别走开，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剩下六天的这个夏季的转会窗口里面，三笔重大签约 ，Harry Kane、Mbappe 跟 Ronaldo 会否仍然在最后的阶段发生呢？哇，这个夏天的转会窗口非常的疯狂啊！我只能讲，你看一看，目前已经发生的这个转会，像是 Messi 离开了巴塞罗那，像是 Ramos 离开了这个皇马，像是 Hakimi 离开了国际米兰，像是 Jorginho Wijnaldum 离开了利物浦，像是 Donnarumma 离开了这一个AC 米兰，全部加盟到了这一个巴黎圣日耳曼过去 PSG 过去。目前来讲的话，除了这些的交易之外，曼联这里不遑多让，签下了 Jadon Sancho， 签下了 Rafa Varane， 曼城那里。创下了这个英格兰球员史上最贵的转会记录，也是英超史上最贵的转会记录。签下了 Jack Grealish， 像是这个切尔西 Chelsea 从这一个国际米兰挖角回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单箭头卢卡库，哇，这个转会窗口非常的疯狂啊！已经看到那么多笔的这个金钱挥洒下去了，包括阿森纳这里也是花了将近1.3亿英镑左右的这个转会费过后。我们剩下六天的转会窗口，还有三大重量级签约也可能会发生啊！这个夏天的这个疯狂的夏季的转会窗口，没有要慢下脚步的意思，在最后的几天才刚要进入到高潮啊！转会终局之战，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Mbappe、Harry Kane 跟这个 Ronaldo 的这个未来的归属啦。当然，第一个要聊聊还是这个 Harry Kane 的这个未来啊。Harry Kane 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夏天的话，曼城在追逐 Harry Kane 的转会上面已经追了整个夏天了。他们已经签下了 Jack Grealish 过后，接下来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在转会窗口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内签下 Harry Kane。那目前来讲，曼城针对 Harry Kane 已经有了一笔1.3亿英镑左右的这个报价放在台面上给 Tottenham 去接收了。Tottenham 目前为止。并不打算去接受这笔报价，可是在转会窗口剩下六天情况底下的话，他们会不会回心转意，然后让 Harry Kane 加盟到这个曼城，让曼城组成一个很恐怖的这个三巨头呢？就是 Harry Kane 配上 Kevin De Bruyne 配上 Jack Grealish 这样子的豪华的这个锋线组合，我们会不会看到 Harry Kane 在最后的这个转会窗口的几天以内如愿以偿的离开讨论，加盟到这个曼城，跟 Pep Guardiola 一起联手帮助曼城去冲击他们俱乐部史上的第一座欧冠冠军的奖杯呢？非常的让人期待啊！可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觉得 Harry Kane 这个夏天走不走得了？这个 Daniel Levy 会不会在最后时刻放走 Harry Kane， 还是说就真的是坚持要留着 Harry Kane 多一年啊？毕竟 Harry Kane 跟曼城还有3年多左右的这个合约。就要再看一看，在最后的这个一个礼拜不到的夏季转会窗口关闭之前 ，Harry Kane 会不会如愿以偿的得到他想要的这个转会呢？不过 Harry Kane 的这个转会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会是影响着另外一笔这个转会可能会发生的转会啊，就是我个人并不大想看到啊，就是有关于 Ronaldo 的这一笔转会交易的话，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 Fabrizio Romano 的话，也会知道说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推特上面推文发了一个。这个关于 Ronaldo 情况的这个更新啦， Ronaldo 目前的情况在 Fabrizio Romano 的这个推文更新里面是讲到说，他想要找寻一个潜在的新的选项，职业生涯选项。目前来讲的话 ，PSG 并不对 Ronaldo 感兴趣。Josh Mendes Ronaldo 这经纪人在过去几天已经是联系上了这个曼城啊，不过 Juventus Ronaldo 目前效力的球队要求就是针对 Ronaldo 转会的话，要2500万欧元左右的这个转会费。不过曼城目前是针对 Ronaldo 的话，没有任何的意图想要支付转会费，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的。Ronaldo 目前来讲的话，是有可能在这个夏天离开这个 Juventus， 毕竟他在这个意甲第一场比赛里面主动跟这个 Max Allegri Juventus 的新主帅讲说，可以把我放在这个替补席上吗？
很明显这个医院就被解读成说他是有意愿要离开 Juventus， 然后他不想冒着会受伤的危险去影响到他在转会窗口最后几天内可能会做出的一些转会的决定了。 Juventus 目前来讲的话仍然是觉得说 Ronaldo 这个夏天会留在 Juventus 多一年了。 Ronaldo 的合约明年就到期了，目前来讲并没有跟这个 Juventus 续约的这一个想法。我个人也是不想要看到 Ronaldo 去到曼城啊，拜托 Ronaldo 不要做出这种反骨仔的行为啊，不要破坏掉你跟曼联球迷之间的这个感情啊。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利用这曼联炒新闻，在皇马拿了那么多的这个续约合同，没有人去怪罪你，我们还是把你当做这个俱乐部传奇。可是这时候你传出传闻讲你要求你的这个经纪人主动去联络曼城的话，哇，我们真的是会对你感到心碎啊，真的会是对很多曼联球迷脸上狠狠的几个巴掌。如果你最终真的是在这个夏天决定去曼城的话，曼城目前来讲的话仍然是把 Harry Kane 当作他们的这个第一大的转会目标了。不过如果有机会签下 Ronaldo 然后 Harry Kane 的交易垮台的话，相信曼城最终仍然会是选择在单箭头位置上填补一个前锋给这一个 Pep Guardiola 啦，不然他们这个前锋单箭头位置上面 Gabriel Jesus 真的是难成大器啊！即使周末5-0大胜了这个 Norwich， 他们还是得让人担心说，如果这个赛季真的有心要冲击俱乐部第一个欧洲杯的这个欧冠杯的冠军的话，他们势必还是需要多一个前锋去填补啦。这个前锋会不会是 Harry Kane 还是会是 Ronaldo 呢？哇，我希望真的不要是 Ronaldo 啦。 PSG 目前来讲的话对 Ronaldo 并不感兴趣，他们目前计划是明年夏天当 Ronaldo 跟这一个Juventus 合约到期过后，才会考虑以免费签约身份把 Ronaldo 带到巴黎圣日耳曼去踢球啦。毕竟他们今年夏天很多的钱，像是这个 Messi 啊、 Ramos 啊、然后 Donnarumma 啊，这几个钱都是免费签约，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PSG 对 Ronaldo 这个夏天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最主要的这个目标还是放在保留着 Mbappé 的这个转会上面。讲到 Mbappé 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一个 Fabrizio Romano 针对 Mbappé 更新的这个转会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资讯的更新啦。目前来讲的话 Fabrizio Romano 就已经是证实的说，皇马针对 Mbappé 已经是丢出了第一笔正式的报价 1.6 亿欧元，就是将近于 1.37 亿英镑左右的这个转会费的报价，要求跟这个 PSG 求购 Kylian Mbappé。 目前来讲的话 PSG 对皇马这笔报价没有给任何的情等，就是没有答应这笔报价，可是也没有正式的去拒绝这笔报价。 PSG 这里的想法仍然是觉得说，我们想要保留这个 Mbappé 多一年，至少让 Mbappé、 Messi 跟 Neymar 这样子的三箭头可以多踢一年的这个赛季啊。毕竟他们这个夏天才刚刚签进 Messi 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又放走 Mbappé 的话，对他们来讲并不会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行为啊。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 Mbappé 选择离开这个 PSG， 那 PSG 最终是选择放走 Mbappé 给皇家马德里的话，搞不好这一个 Ronaldo 今夏去转会到这个PSG 的这个转会就可能会提前发生了。目前来讲的话 Kylian Mbappé 已经针对 PSG 续约合同拒绝了多过三次的这个不同的来自 PSG 的续约合同啊，已经是表明了很明确的意思说他想要离开巴黎圣日耳曼，想要去到皇家马德里。其实在去年的夏天窗口的时候， Mbappé 的就通过他经纪人表明说，去年的那个赛季，上个赛季会是他在 PSG 的最后一个赛季了。今年夏天的话，他也不下数次的暗示说他想要离开这个 PSG， 想要去到皇家马德里踢球。而且皇马今年夏天的这个转会窗口的动作也是非常的明确了的，我们卖了很多球员就是为了筹集这个资金，然后在最后的一刻转会窗口最后一刻去买这一个 Mbappé 了。 Mbappé 跟这个 PSG 目前的合同也是剩下一年左右，如果今年夏天 PSG 不放人的话，皇马明年夏天很可能以免费签约的身份潜入这个 Mbappé 了。所以对皇马来讲的话，这个夏天求购 Mbappé 1.6 亿欧元的这个报价，基本上是在告诉PSG 说，我们在做好心人了，在做善事给你。你这个夏天卖，把这个 Mbappé 放给我们的话，你们有 1.6 亿欧元的这个转会费，你们可以利用这笔钱可能去买 Ronaldo， 或者说去买其他的位置，或者说去填补一下签入 Messi 时候要支付他的这个大额的这个薪资问题啊。即使是免费的钱， Messi 的这个薪水合同也是非常的高昂。你这个时候放走 Mbappé 给我们的话，你有这个 1.6 亿欧元去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东西。如果你选择不拿这 1.6 亿欧元的话，不用紧，
我们等到明年夏天 Mbappé 合约到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免费签约加盟到皇家马德里。 Mbappé 也是像我刚刚之前讲的，非常明确的表示说，我不想要跟你续约了，我已经拒绝了你超过三份的这个续约合同，就已经是非常的表明说他不想跟 PSG 续约，他想要离开 PSG。 就看 PSG 会不会在最后的转会窗口剩下六天多左右的时刻里面决定放人，让 Mbappé 如愿以偿的去到这个皇家马德里啊。不过我个人还是希望说，即使 Mbappé 去到这个皇家马德里的话，也不想要看到这一个PSG 就这样子停止他们转会窗口的动作。让我们圆梦一下好不好？这一个Mbappé 如果走的话，让我们圆梦一下，看一看 Ronaldo、Messi 跟这个 Neymar 过去10到15年间，可以讲是叱咤这个足坛的这个三大巨头。让我们圆梦吧，让足球迷圆梦一下，看到 Ronaldo、Messi 在同一支球队，看到 Ronaldo、Messi 跟 Neymar 组成这个三巨头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真的不想看到 Ronaldo 去曼城啊。目前来讲的话，即使我知道曼城没有太大的意愿要针对 Ronaldo 的转会支付任何转会费，可是一想到还有可能加盟到这个曼城，如果曼城没有办法签下这个 Harry Kane， Ronaldo 有机会成为这个曼城球员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心很痛啊。身为曼联球迷的我真的不想看到 Ronaldo 做出这种反骨仔的行为，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如果这个夏天 Mbappé 如愿以偿被这个 PSG 放人去到这个皇家马德里的话， PSG 真的去追一下 Ronaldo， 让球迷们圆梦吧。虽然讲我们很多球迷就很讨厌 PSG 这种有钱就是了不起的这个行为，不过如果你有钱者了不起的话，可以让我们圆梦看到 Ronaldo 跟 Messi 在同一支球队的话，哇，我相信没有太多的足球迷会有这个持太多的反对意见的。我们真的会希望看到有朝一日 Ronaldo 跟 Messi 在同一支球队效力，这个夏天很有可能会发生啊。剩下六天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转会窗口，会不会仍然有三大重量级的球员发生的？你们觉得 Mbappé、Ronaldo 跟 Harry Kane 会不会在剩下六天都开始逐一的去完成他们想要的转会动作呢？可以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啦。针对 Ronaldo 可能加盟曼城的这个想法，如果你们是曼城球迷的话，如果你们是曼联球迷的话，都可以告诉我说你们想看到 Ronaldo 离开这个 Juventus 加盟到曼城吗？可以在留言区底下让我知道，还是说你们更想看到 Ronaldo 加盟到 PSG 啊？ Mbappé 这个皇马已经是针对 Mbappé 丢出了第一笔正式报价1.6亿欧元，你们觉得 PSG 最终会接受这笔报价，让 Mbappé 提早一个夏天离开 PSG 去到这个皇家马德里吗？ Harry Kane 的话呢，这个夏天会被迫留在这个同仁多一年吗？还是说他最终会如愿以偿的加盟到这个曼城？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啦。这个夏天的这个转会窗口真的是非常的疯狂，非常的让人难忘啊。不过再难忘都好，都要进入到最终的这个终局之战了啦。剩下六天，三大球员会不会发生？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下一次再见各位，先这样啦，拜拜。